你怎么抢我零食啊？哎呀，不吃早饭会低血糖的。许晨、许岩，这是你们组新来的实习美妆博主。许晨，以后由你带教。好，师傅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东西放一下，我带你去录个人脸。哇，长得好可爱呀、那师傅，我先去了。你去吧。那走吧。雪，我是有小徒弟了吧？可以吗，薛老师？以后升职加薪了，别忘了我。哎、低调低调，你小子真是应付不浅啊！来个这么好看的徒弟，介绍给我认识认识。滚蛋！是不是想占为己有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滚滚滚！哎，你小徒弟回来了。师傅，人脸录完回来了。好。好，这是许岩姐姐吗？对。你好，你好。刚刚太急了，都没来得及和你打招呼。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哦，之前只能看到许晨哥哥，粉丝都可想看你露脸了。嗨，你许岩姐姐一直不自信，所以没露脸。那个有机会以后会露的。是你师傅不够帅吗？看到一个人还不够？怎么可能？我师傅最帅了，我可是他的粉丝呢，我就是因为他才来公司的。好了，别说彩虹屁了，快坐下吧。可是师傅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哦。放在我的耳边游荡。今天没吃饭，好饿啊！你陪我一起去吃饭吧。行啊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。师傅可以收我饭为城吗？我们刚准备去吃那个。这是我刚来，熟悉环境，我家很近的。拜托拜托。行吧，走吧。姐姐为了晕车，可以让我坐前面吗？那个我。这有什么好问的？坐呀。许岩，你怎么不上车啊？许岩姐姐，你上车。上车。那个公司临时找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